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国宝档案》。王蒙是中国元代著名画家，他与黄公望、吴镇与倪云林合称“元四家”。明代大画家董其昌曾评价他的山水画天下第一。今天呢，我要为您介绍的是王蒙的传世代表作《清殿隐居图》。在中国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幅元代画家王蒙的《清殿隐居图》，它纵141厘米，横42.2厘米，是一幅纸本水墨画。画中描绘的层峦茂树、溪流幽谷，是江南地区汴山的秀美景色。汴山位于如今的浙江省吴兴。画家在狭长的画幅内表现出汴山从山路至山顶的雄伟奇特的景象。画为纵式大立轴，作者以高原法构图、近景特写式描绘。山脚峰顶自下至上呈拔地参天之势，而峰岭盘旋，路径隐蔽曲折，怪石突兀。整个画面流动的线条、跳跃的墨点，组成一层层山峦、一组组树木，密密层层布满画面。山势虽然前后重叠，但气脉相互贯通，犹如一条游龙飞腾而上。因此，有人称这种画面结构为龙脉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之字形曲式布景。这种布局最能体现出王蒙笔墨繁而不乱、构图满而不杂的绘画技巧。王蒙字叔明，浙江湖州人，晚年居黄鹤山，自号黄鹤山桥，又自称香光居士。他是元代初期书画大家赵孟頫的外孙，受赵孟頫的影响，王蒙擅长绘画。在中国绘画中，有一种名为水韵墨章的画法，就是王蒙独创的。这幅《清殿隐居图》表现山石、峰峦和树身表皮的脉络纹理的画法，也就是中国绘画中所说的皴法。这些弯弯曲曲的长线条，形状好像解开的绳索，名叫解锁皴。还有细如牛毛的笔墨，也就是牛毛皴。这两种皴法是王蒙作品最典型的画法。画家利用当地特产的苏纸耐皴擦的特点，一幅画采用数种皴法，层层渲染，繁密的笔墨错落有致，路径山石密而不乱，显示出王蒙高超的画技。王蒙画这张画的时候是59岁，在一个画家来说，这是最好的年龄段，叫做盛年立作呀。那么这个时期呢，他的技法已经完全成熟，有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就是从披麻皴转向解锁皴，又创为牛毛皴。那么他这个时候呢，为了表现南方山水的那种浑厚华姿用细笔在这个山石上一遍一遍横的竖的反复皴擦，像牛毛一样，这样来表现出那个石头的纹理。所以呢，这张画呢，可以说呢，是他这种成熟技法的代表作。明代时，大画家董其昌曾收藏《清殿隐居图》，他在画作上提拔“天下第一王叔明”，给予王蒙极高的评价。同为元四家之一的画家倪云林曾形容王蒙的笔法：“叔明笔力能刚鼎，500年来无此君。”这张画呢，据考证是画给他的表哥赵林的可惜赵林的上款已经被后人呢给挖掉了这个画在款子那地方挖掉了5个字很可能就是上赵林的上款。但是呢，画的下角还有赵林的图章，就是魏国世家和甄白斋，这个是赵林的图章，所以呢，他是画给他亲表哥的。
古人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挖掉画的上款呢？就是说因为子孙在穷困卖画的时候觉得非常丢先人的脸，非常对不起先人，所以呢他就把那个款子挖掉了。这幅画名为《轻便隐居图》啊，表达了画家想隐居汴山的人生理想。实际上啊，汴山只是画家心里的一块世外桃源。画中山石树木虽壮美无比，但实际上画中处处都是画家心中的沧桑。专家考证发现，《轻便隐居图》描绘的汴山位于王蒙的老家浙江吴兴附近。王蒙一生都与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元代末年，王蒙曾在朝中为官，后来他过上了弃官隐居的生活，一个人跑到黄鹤山一住就是几十年，过着卧青山望白云的悠闲生活。王蒙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在隐居时创作完成的，这幅《轻便隐居图》是王蒙在公元1366年画的。在之前的十年时间里，王蒙家乡吴兴一带都被卷入了军事冲突之中。明太祖朱元璋在统一江南的战斗中，与割据在东南的吴王张士诚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画中的汴山正是双方交战的主战场。值得一提的是，在《轻便隐居图》创作完成后，朱元璋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明朝。此时的王蒙已是60岁的老人，或许是心有不甘，或许是对新政权充满希望。王蒙结束了隐居生活，重新出来做官，出任山东泰安知州。由于这时他已经是知名画家，所以经常和明朝的大官来往。有一年还应邀到左丞相胡惟庸的相府中去欣赏古今名画，然而他没想到因此栽下了祸根。洪武末年，明太祖朱元璋查处胡惟庸谋反案，牵连甚广。老画家王蒙只因为曾到过胡惟庸府上看画，也被指为与胡惟庸同党而被捕下狱，不久便死在狱中。《轻便隐居图》啊，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一幅纸本画能历经岁月沧桑保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这也是这幅作品弥足珍贵的原因之一。王蒙的很多画作从诞生之日起啊，就被人们争相收藏。遍览名画的历代皇帝也热衷于收藏王蒙的作品。清代内府所藏珍贵书画被逐一收录在《石渠宝笈》内。其中就有一幅元代画家王蒙的《全生松韵图》，它纵51.5厘米，横60厘米。近代金石学家、大收藏家罗振玉为画作题写引手：“石渠藏黄鹤山桥，作全生松韵图真迹。”此外，画上印有历代藏家的收藏印鉴，其中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经鉴玺、石渠宝笈等印玺，证明此画曾是清内府收藏的画作。明代书法家沈度也在画上题诗写道：“着履穿云破石台，浅林行尽路方回。松风四时寻园意，未送全生初见来。”另外，画上有明代张禹、张伟、周柱、邵初等文人大家的题诗，显示出此画曾被历代文人大家所珍藏。这幅《全生松韵图》几乎是正方形的，这在王蒙的作品中十分罕见。在方寸之间的画幅内，画家采用全景构图，展现了层峦茂树、溪流幽谷的江南风景。近景处，两艘小舟在水中交汇，舟上渔人似乎在相互打着招呼，向画面右侧看去。只见巨松林立，松涛起伏，犹如波浪翻滚。
群山耸峙，松柏怀抱之中，一条飞瀑流泉直泻而下，一间茅屋跨水而建，让人联想到在这个幽深宁静远离尘世的地方，应该有一位文人隐居在此。除画面左下角空出一小块水面外，其余各处都布满了山石树木，使景致显得格外丰满茂密。这也是王蒙典型的重山叠嶂式构图的体现。清变隐居图和全生松韵图都采用了独特的布局方式。专家说，古代山水画家都努力创造一个可游可居的境界，以此表达渴望隐居生活的心境。而王蒙笔下的山水布局，山重水复，景色稠密，这种山水格局在真实的大自然中实际上并不存在。他创造的是一种视觉幻境，用画笔制作出空间幻觉，给人以超自然的力量。这种画法对后世画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山林是文人，不论在朝在野文人的一个最后的精神家园啊。那么表现山林，就表现了这种热爱家乡、热爱大自然、这个不慕官场名禄的这种高尚的情怀。所以呢，中国的文人呢，对于这个隐居题材是百画不厌。王蒙的存世作品并不多，除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清变隐居图》和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太白山图》，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葛志川遗居图》《夏日山居图》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秋山草堂图》等等。王蒙的这些传世画作穿越历史的时空，让我们领略到了中国元代绘画取得的成就。现代人拍摄风景照片，除了艺术创作，很少有人会去拍黑白照片，因为彩色照片呢，更能展现大自然的秀丽美景。中国古代并不缺少颜料，但是古人却几百年如一日的画水墨山水画，这正是中国水墨画的文化内涵所在。作画不为写实，借画传情才是作画的目的。王蒙的画作呢，就让我们领略到了中国古代山水画的魅力。好，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感受国宝，分享文明。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